咋的？不是，你凭什么骂我？你凭什么骂我？你告诉我。你欠骂。我骂你了吗？你欠骂。我就说你不是工作人员，凭什么坐在服务接待？你就欠骂。我坐哪跟你有啥关系？我坐天上有跟你有关系吗？这是哪里？我在找服务接待人员，我是不是红旗？这是不是红旗售后？远点。什么物有什么？那上面写的非工作人员勿进。对，他们那个有用。干活。啊，你这是什么？这是红旗售后吗？你不是售后人员在这里还骂人，什么意思？我是不是售后人员跟你有啥关系？我坐不坐这又跟你有啥关系？我来找售后，把你们一个都不留。那我坐不坐这跟你有啥关系？那你这里是什么？服务接待。服务接待咋的了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是工作人员，你到那个屋找穿工作服的呀。那个屋没有你就等着呗。那现在就没有人呢。昨天展会刚完事，今天所有人几乎大部分都休息了。我跟你说的有毛病吗？你跟我说了吗？我有啥责任和义务跟你说呀？那你是坐在服务接待上面，那你不要坐在这里。我坐哪跟你有啥关系？不是你急着干倒干嘛？啥？他也是客户。不是，他是不是客户跟我没关系？你不要跟我说话。我跟你说话了吗？我刚才跟他说话，是不是你在阻拦我？你不坐这儿，你跟我有啥关系？啊！使劲拍！你坐着很了不起似的，咋的？是不是？我在跟他说话。你不用管，鸡巴毛关系？跟个疯狗似的。到底谁疯狗？我好心告诉你去找谁有错了呀？我去了，人家不屌我。那不屌你，你咋不跟他俩喊呢？你不屌我，你人家说让我到这来。人家说到这儿，我找服务接待，你坐过位置干嘛？我不是服务接待，我穿过全工作服，我不跟你讲。那你说这么多话干啥？跟你有鸡毛关系？那你坐这儿干嘛呢？我愿意坐这儿咋的？啊，我愿意。跟你有什么鸡毛？别他妈指挥我！别他妈指挥我！再等一下，你可没休息吗？我一会儿找师傅，你看你坐下。他来了。不是你再打我一下试试？我赶紧咋的？你没指我吗？先坐着，先坐着，先。是你先骂我的，自己搞搞清楚。我咋出去？骂你反了！我凭什么不能进来？我是红旗诱惑，我不能进来吗？我坐着。你是什么人叫我出去？你告诉我，他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叫我出去？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屌？我干什么你骂的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你先骂我的，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？骂你！凭什么？不过这是什么地方？他是属于搁这代办业务的。那我问这是什么地方？他不是公司的，亮亮先不要坐这里。我坐在这跟你有啥关系？我坐在这跟你有啥关系？你给我闭嘴！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红旗啊！红旗哪里？红旗售后是不是？啊，对啊。这是什么位置？把你腿给我放下！你干什么？我咋的？你干什么？我不咋的。你再打我一下，你试试。男人咋的？你咋的？你告诉我你咋的？你要咋的？别给我喊！是你先喊的好吗？我他妈不想骂你，我告诉你，就你这点素质，满口喷粪。别告，跟你个疯狗似的。你随便你报警，你报，是他先报，你别吵，他打我。我现在跟你说话，你先别吵。那凭什么他骂？你要干啥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先问你，我就激活一个车机，就一个很简单的事，过来，一个很简单的事。